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，而茶之起源记载最早于《神农本草》一书中。它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。相传当初，神农遍尝百草，有72毒，后得茶而解之。于是，他感天地造化之博大，起名为茶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，而茶马古道的出现，写就一曲中华茶文化的辉煌史诗。我们仿佛还能感受到在古道上先人开拓的痕迹，这种世代不息的奋斗精神，闪耀着华夏子孙的荣耀光辉。经历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积淀，到了唐朝迅速兴起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首次提出了茶道，它被许多诗人词家艺术化，不仅成为人们所喜好的饮品，更是艺术家们的精神载体。
清朝是我国古代茶叶和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无论是茶叶种类还是品茶的习俗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而清乾隆坊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喝茶、品茶、赏茶、爱茶的皇帝。当他品茶兴之所至时，便会取茶名、写茶诗，以及在种茶、饮茶、取水等等与茶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乾隆皇帝聪慧过人，常能有此几笔，其以茶治国更是一奇。哟，这不群记吗？哎呀，这不高兴昌吗？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怎么着，咱哥俩去喝壶茶去啊？啊，好啊。哎呦，瞧你最近这忙的，得拿出时间来喝喝茶，遛遛鸟。哎，咱们得晃一晃。走，咱晃晃。小二，给爷上两壶好茶。